欢迎继续收看由碧桂园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节目《流淌的歌声》。流淌的歌声，一曲动心弦。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，流行转了几个圈，它都永远不会过时。也许这些能被称之为经典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唱起来都能激起你心底的一片涟漪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，它的原唱是一位歌者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符号。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心声。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为我们唱响这首永恒的经典甜歌。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第一首中文歌，是它开启了我的音乐之路，给我力量，为我燃起希望之光。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。掌声送给这位歌者。斯瓦迪卡，大家好，我是朗格拉姆，来自泰国。来自泰国的朗格拉姆，